来接下来介绍二号参赛者徐芷云带来的歌曲《优雅歌》。爸爸怎么会想到这个？因为爸爸看那个这个啊，这个大神功听起来的声音很像以前的声音，很像。然后刚好这首歌也是以前的，所以爸爸就拿这个。很像复古时代那个垃圾的哦，对，垃圾都难播，一个广播电台下的声音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。还有那种乡镇的广播，对对 对，也是这种声音。油轮车动着人啊！对啊，这个蛮复古的、啊。嗯，哦，是你爸爸什么都想到你，对不对？对。爸爸连所有事情想都要想，我女儿就要表演什么，那你要跟爸爸说什么？爱你。爸爸好可爱、啊。是啊，你看天下父母亲好。